好像要来口了，好像有动作。哇，再吃一口。哇，漂亮，终于啦，666。天哪，我们的第一位大清，让我看看有多大。哇塞，回来回来。哇哇，出水面了。哎呀，哇，超网都盛不下。它是不是正口？哇，正口哎。哇，我们的第一条大青，哇，大不大？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来关注来个双击，快点入户来。让我们继续挑两个我们泡好的大螺丝。鱼儿的绝爱，漂亮，一条直线，漂亮。哇，又一位，哇塞，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，刚刚往前一冲差点给我踩下去。哇，又一位，天哪，是不是我们的目标鱼？哇，大青，看到没？哇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哇塞，太好玩了，这鱼太过瘾了，春暖花开，青鱼也开口了。回来，还有一根水草带上来了，天哪天哪，漂亮，超大。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大。我感觉窝子里面全是鱼，要连杆的节奏啊，赶快入户啊。好像又来口了，漂亮，中鱼。哇，又一尾，哇塞，好有劲啊，这条鱼。回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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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条小一点，直接飞它。漂亮，又一条到手，正口哎，看到没？别跑别跑别跑，可能上来的时候太快了，它不太淡定了。这条小一点，不过大小咱们都一个价。继续啊，给我数着。漂亮，又一尾，哇，连杆了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我就说嘛，青鱼连杆那就不是一两条的事了，那就是来鱼窝了。哇，太过瘾了，这条鱼咋这么小？老板说了，大小都200一条，对不对？这也不能让它跑了。哇，这条鱼咋这么小？老板，这也算数吧？又一尾小青，咱们继续入户。来来来，连杆了，连杆了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飞呀！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么重啊？这鱼，我是一年没钓大鱼了吗？我的胳膊都疼了。怎么这么大劲儿啊？现在的青鱼，吃什么长大了？这一冬天，吃翻滚吧，大青鱼，超你！又一尾，休息了一个冬天，终于开口了。一尾大青入户了，太过瘾了，累死我了，我都出汗了。让我们继续，坐抛7米2，走你，漂亮。再补点我们用药酒泡过的螺丝，再来一下。哇塞，漂亮！哇，又一尾！啊哈哈，终于！天哪，还差一点飞出来，一定是我们的目标鱼。这条鱼还是这么重，再呛一口。哇，两条！天哪，好像是两条，你看。两条哎，哇塞，真的是两条，超大，对，心超大的。哎，小，还一条，真不拿它当鱼。你鱼说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大钩你都吃，这条不要，太小了，我们给它放生吧，去走吧。又一尾大青，哇，累死我了。噔噔，真的连杆了，继续入户。漂亮，又一尾大青，看到没？入户，还有10分钟，还能不能再来一条手杆鱼？到时间了，到时间了，别钓了。这么快呀？我这还没钓多少呢，我还没过过瘾呢。没钓多少是钓多少啊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2000块钱，咱也不数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我要数。我跟你说，你数了，你给的还要多。是
吗？真的。我不信。我叔叔，哎呦，我得慢点儿，掐杆都掉了。叔叔，叔叔，叔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这是今天我的鱼货，一二三，走你！哇，下面还有小的，大小都200，对不对？大小都200，好好数数，多少条一共？24，6，9，九条，29，18，给钱吧，老板，1800。啊，这么厉害！就我刚才那票价是不是？啊，你数一下，妈的，还倒贴了。1200，再加600，下次别来了啊！今天罚了老板600块钱，下次别来了。今天我不钓了，过两天我再来盘你。放了啊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！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，双击加关注啊！鱼户你得给我呀！这没放鱼也钓这么多，这亲鱼开口了，不行，下回得多要点钱。我开了3000公里，终于找到了这个水库。听说这里是商家的噩梦，全网爆杆合集的出处。看着一根根断了的杆子，会天下钓友断天下之杆，感觉这个老板气场好强大呀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看着一个个用断杆拼成的篱笆，要么杆留下，要么鱼带走。我这还没开始钓呢，就感觉到满满的压迫感呢。我不服，我一定要会会这个老板。走，找他去。嘿，老板，听说你这鱼很难钓啊，我想来挑战一下。怎么又是一个你的？你不怕给我一拉下水吗？你别看我瘦，我这骨头里全是肌肉。怎么说来着？200块钱4个小时。才200块钱4个小时，回鱼呢？100块一条。这么简单？走，交票，钓鱼去，随便做是不是？好。走了，哎，正好伊丽要叫我，我们这边拉到边跑了都算他。啊，这么好，一会儿终于喊你，走了，钓鱼去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钓，大螺丝还有小螺丝，还有我们橘子类的颗粒，看它这里面的鱼到底喜欢吃哪个口味的。然后今天我们选用龙大雾702巨雾版，不是说这里有北京大青吗？我看看能不能把我杆子留下，还是我把它钓上来。我先给你们表演一下他们广式抛杆法，就是主线比杆子要长，怎么抛出去的？我们把杆子要放一下，然后把主线给它收起来，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个自制的抛杆器，然后把它卡在这个线里面。好，把线绷直，然后把这个线也绷直。3、2、1，钓你！嗖！这就抛出去了，对不对？等你，我的拉了杆子带走了，我解开，啊，这个大劲儿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刚才我哎呀，天哪！哇，这条鱼好大！40加油了，我还没跟他合影呢，就放了。没事，
这玩意儿这么大的。没事，给老板弄跑了，老板弄跑了也算咱们的，也算咱们的一条鱼。来，继续，我们窝子里有鱼了，太刺激了，这鱼。继续，让我们再来一根。漂亮，就是这个点，哈哈。